Hello，早上好，今天是31号，然后我现在在路上要去 CCTV 的直播啊，就是央在春晚，然后我们今天一起登，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看 CCTV 的直播怎么样，然后后台是怎么样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我们在中央电视台，然后其实我觉得今天是第一次我来，哎，不是，昨天是我第一次来，然后谢谢，然后昨天来的时候就是去了餐厅，就是这里的餐厅是特别特别好，然后可以给大家看一下餐厅是怎么样的，来。Hello， 现在我们在 CCTV 的餐厅，然后今天就给大家看我要吃的什么，就是这个，哇！然后其实是很酷的，因为他们在这里就是很像每个人在考试，每个人有自己的房间在吃饭，因为疫情对吧？所以就是要很安全，给大家看。我刚刚以为这个不是那个黄包，然后我就放它在辣椒，吃完就是那黄包。好，回来了，然后我们一会儿要上台去直播，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的直播怎么样。就是派派拜年对吧，这个是万事莫愁都会顺，嗯，隐士小孩把肉炖 对, 对，然后这个浩瀚世界多好运，宇宙天地贺新春，哇，这个就是万是 into one， 我们 into one， 然后尹浩宇就是我的名字，所以这些字你是自己写的吧，对对，所以就有一点丑，但是我要努力的，要努力。Hello， 现在我们直播完了，然后现在要去刘宇的家，很期待，我们要一起吃怎么说呢？大餐，过年的大餐，然后我们期待刘宇还有散场，我们要四人一起吃。今天有大概20个菜，期待 ，Let's go。Hello， 现在我们在刘宇哥的家了，对，然后，巴达，哇，这个这是年夜饭，就是刘宇的妈妈做，哇，很多，来介绍一下啊，好，肉丸子，鸡汤，听说很好吃，很好吃，糖醋排骨，糖醋排骨，哦。然后粉蒸肉，鱼，红烧鱼，八宝饭，香肠，红烧肉，猪耳朵，白煮虾，谢谢，白煮虾，西兰花炒虾仁，西微微的，好难哦，红烧仔鸡，牛肉锅。卤牛肉，清蒸大闸蟹，大闸蟹，这个是什么我也不知道，笋子炒肉，对，好累，好多，谢谢，然后我们一会儿要吃饭，一会儿吃年夜饭了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